已经爬上第二层冰面。如果我们徒步穿越这里，一不小心就会掉落这个冰下面，把包取下来，增大受力面积。天已经快黑了，加快脚步继续前行。我在这边找了个山洞，今晚将就一下。我已经冻得快没知觉了，我要赶紧睡着，带了点酒精，湿点棉布挂好，倒入酒精，利用手电筒的电池取火，氧气含量太低了，睡不着火。今晚就将就睡一晚。早上好。哇，昨天晚下了一整晚的雪，看到没有？我必须引入淡水，刨点冰雪放入衣服中，把它放入怀中，加温融化成淡水，这样有效防止冰和雪冻伤我们的呼吸系统。喝完之后继续赶路。哇，在这边发现了大型动物脚印，就在上面，赶紧爬上去看一下。